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志为仁医守外》，我是大拿主宰病院过敏免疫风湿科的黄光彦。在咱台湾的这个鳞癌是咱女性癌症内底发生率的第一名，而且呢，伊的死亡率占咱的女性的癌症内底第四名。伊好发的族群呢，在咱女性朋友来讲，是45岁以上的女性，真有可能是这个危险的族群。但是呢，因为伊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伊效果非常非常好，所以呢，在咱这个母亲节当过，呼吁咱这个妇女朋友，也是40岁以上的女性呢，咱有闲在咱病院做一下咱的检查。好，咱非常欢喜今日邀请给咱大拿主宰病院一般外科林俊宏医师来到节目现场，来跟咱讲这个乳癌伊的早期，按照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林主任你好，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拿主宰病院一般外科林俊宏。第一个林医师来讲这乳癌诶要怎么样预防以及治疗之前呢，咱先介绍咱今日坚强的接口音团队。心脏内科林庭光主任，影像医学科徐文庆医师，胸腔内科范国胜医师，泌尿科郭家正医师，身心医学科陈广鹏医师，胸腔外科简乃娟主任，护理部郭仁哲护理长，护理部黄千荣副护理长。各位观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欢迎 call in 到0526480066 0526480066。那么叫林主任讲这乳癌这预防以及治疗之前呢，咱先看一下王女士如何对抗这个乳癌的故事。那个力量都是从家人的力量给我，然后我先生的不离不弃给我，还有我的亲朋好友。我说我这辈子最感动是我的交的朋友都是良缘的，我说觉得我很幸运就对了。那既然这么幸运的结交那么多好朋友，那么多亲人在照顾我，我怎么能够放弃？50岁的王女士回想起在2010年8月到大林慈院准备接受腰椎手术时，利用空余时间做乳癌预防筛检，不料却意外接获噩耗，罹患乳癌第二期。我那时候整个是惊慌，我说，他说到底是怎么样不好？他说已经转移，然后我都跟他讲说我不知道，因为我是要，我说不可能，我是要来开脊椎的啊。他跟我讲说脊椎跟副院长已经联络过，他们已经联络过了，他说脊椎先不要动，先动这个。所以我不能接受，因为我都有固定在这种健康检查。无法想象自己罹患乳癌的王女士，在一般外科林俊宏医师的建议下立即接受手术治疗。你可能这3天跟林医师也培养出一点感情，听到林医师的声音，我整个就安心好多。林医师说不用怕，他说全部都交给我就好。听到一个声音说，哎，今天是你生日哦。那就听到一个另外一个声音告诉我说，今天不是他生日，今天是他重生日。那我就这样子就很安心的就躺下去了。林俊宏医师为王女士切除左侧乳房2.5公分的肿瘤后，随即为她安排化学治疗。还好是我，不是我先生，至少家里的支出还有帮我支撑下来，所以我还很安稳的在静养当中，能够安心的静养。最主要是我觉得是真的是林医师跟陈副院长这样帮我，要感谢林医师这么照顾我，都没让我受苦过。坚强的王女士感恩在治疗乳癌的过程中，医疗团队用心为她做腰椎疼痛的控制，期许她能够顺利的做完乳癌的治疗之后再进行腰椎的治疗。林医师，这当时是这王女士一当时是要来看腰椎腰痛嘛吼，啊是安那真特别的因缘，这发现这讲有乳癌嘞。伊头一届是来看陈副院长的门诊啦吼，啊所以有甲排一挂检查，啊所以第二抓佫转来就是咧等检查的时阵，啊咱嘛知影陈副院长伊的患者真济，啊所以咧等的中间呢，伊就讲咱有咧做这个乳房筛检的这个检查，伊就拨空去做。伊做乳房摄影的时候，就是发现着讲这个乳房内底有一个白点。吼、哦，啊了，搁予陈副院长看报告的时候，陈副院长感觉这白点吼、有可能是乳癌，啊，所以就通知我，吼、啊，所以我就甲收单伊来做进一步的检查，
哇啊，当时我来甲做迄个抽吸乳房抽吸的迄个检查吼，啊嘛确定它是乳癌。啊，因为腰椎会疼，我有烦恼讲，啊是不是这有转移去甲腰椎骨转移的问题？啊，所以甲摆一个骨头扫描，哎啊，真幸运，哎，骨头扫描是正常的。哦啊，所以了后我会甲建议讲，啊这安尼了后，这都爱好好啊做治疗啦吼，因为你也伫目前来讲。不是绝症，啊，只要好好治疗，当然诶，好的机会就真大，哦，啊，所以伊嘛法度接受我的讲法啦，哦，啊，所以伊就放心啊，交予我安尼。哦，所以这一开始吼，伊都有讲吼，伊当初伫听到这，伊得到这个鳞癌，哦，伊心内足惊吼，听讲迄阵你嘛叫伊建立一个信心吼，阿叫伊先生，啊，你想啊，当初是那一段过程是怎么样？其实就是讲，伊讲伊拢会。很这个每年都有定期在做检查嘛，啊是安那那会这个代志发生伫个身上啦，啊其实我是要比喻一个例啦吼，比如讲啊这个囡仔本来都拢乖乖啊，啊那会突然间知影讲会去学歹，吼啊其实这就是人生有时啊会变化，互咱会料想袂到的所在啦。哦啊，所以嘛是甲王女士嘛工作多啦吼，啊嘛是伫个在信心上边啊鼓励，啊佮建立伊个信心，啊渐渐伊对家己慢慢有信心。当然上爱感谢就是伊个先生伫后壁伫个甲支持，这是足感人感足感动的。安尼吼，啊当然是发现这个乳癌，接下来你安怎甲做，安怎对，安怎甲治疗？吼，因为当初伫发现的时候，就讲伊这个。肿瘤有较大啦吼，2.5公分，其实咱外口手去摸，差3公分大，啊比较较靠近乳头，所以迄阵啊嘛是甲讲很遗憾，他这个乳房可能会保留不下来。啊，另外腋下淋巴，因为肿瘤大，腋下淋巴有可能也会是转移到，所以说我们是给他做这个乳房切除，还有这个腋下淋巴的扩清术。哦啊之后呢，当然病理报告出来。哦，我们就根据这个病理报告啊，来个规划，讲后续的治疗。哦，啊，因为肿瘤大于1公分，所以今嘛来讲大于1公分，拢需要做化疗。啊，腋下淋巴啦，这个淋巴有转移，嘛爱建议爱做放射线治疗啦。哦，啊，另外就是讲伊这个 ERP 啊，吼，就是讲伊的动情激素接受体，等于讲伊这个瘤，哦，内底咱个做特殊的这个凝血。哦，还、啊、有动情激素的接受体，还是黄体激素的接受体，这拢听我了后，搁听我来做荷尔蒙的治疗。那荷尔蒙治疗是拢用食药啊，啊一般来讲，拢会建议爱食5年安尼。哦，所以这治疗过程其实是真漫长嘛。是。我一开始因为讲想肿瘤较大，爱做化学治疗，吼、哦，啊有咧淋巴，吼、哦，啊搁爱做放射治疗，啊巩固这染色。他决定要做荷尔蒙哦，所以5年，所以这治疗时间这样，所以这是不是要有一个真坚强的后盾来个支持？是，因为干那靠我一个是无遐牛啦吼，当然我背后阁有真坚强的一个团队吼，来支持，来帮忙吼。你讲做化疗啊，化疗你嘛爱泡药啊，就爱药师来帮忙啊，吼啊你做电疗。哦，放射线治疗啊，这都爱靠迄个放射肿瘤科的医师来帮忙啊。哦，啊，食药啊，啥咱普通时，哪个咧追踪啥，这拢爱各个的迄个医疗人员哦，拢来爱来协助，才有法度完成这个任务啦。所以靠咱的团队嘛。是。啊，同时是吼，这一开始来的问题还是在嘛，吼，伊的腰酸背腰疼这问题嘛，吼，后来你安怎替伊处理？总不能一直放下去嘛，是，当然这不是我处理，这来靠这个陈副院长吼，伊甲我建议啦吼，伊讲目前伊这个腰椎吼也是疼痛，但是那无遐尼紧急，就一定爱开刀处理。开刀处理可能会造成反效果，因为咱这个乳癌也是爱优先来处理啦。不过这痛要安那来解决呢？当然我食一挂止痛药，不过止痛药啊，这效果也是有限，所以就请麻醉科、疼痛科主任哦，陈医师出来给我们协助哦。所以伫个伊个邻居遐，我甲注一挂药啊，哦，可以代痛。所以才有法度，安尼嘛真顺利，甲这个化疗、甲这个电疗真顺利，挺好完成。听说治疗效果还蛮不错的。是。感谢林主任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这个王女士这个克服这个乳癌的一些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再跟林主任聊一聊这个乳房呢，这个在事前的检查，还有一些自我检查方面来讲，有什么样的 paper， 请进下一段。
卫生署国民健康局公布2009年国人主要十大死因排名，以恶性肿瘤癌症的排名第一。癌症已经连续28年蝉联国人十大死因首位，其中2009年十大癌症死亡率，男性癌症死亡率第一名到第五名分别是肝癌、肺癌、大肠癌、口腔癌和胃癌。女性癌症死亡率前五名分别是肺癌、肝癌、大肠癌、乳癌和胃癌。另外，就癌症的发生率，国民健康局2011年4月13号公布了一项惊人的统计：2008年新发生的癌症人数是79818人，相较于2007年增加了4049人，平均每6分35秒就有一人确诊罹患癌症，比前一年快了21秒。平均男性每4人就有一人可能罹患癌症，女性则是每5人就有一人可能罹患癌症。如果以性别区分，男性癌症发生率第一位是肝癌，女性癌症发生率第一位则是乳癌。国民健康局呼吁，癌症虽然排名十大死因第一名，不过包括子宫颈癌、乳癌、口腔癌和大肠癌，都是可以经由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让罹癌者的存活率增加。民众应该要维持健康的生活形态，定期接受癌症的预防筛检，才能够减少癌症对生命的威胁。触诊而已啦，哈。你是我都安尼讲遮济发生率、死亡率，你安敢简单介绍到底就有啥物款无共？死亡率较好了解啦吼，因为死亡率是讲咱因为啥物病来死亡的，啊，这个比例是偌济，啊，这是死亡率。那发生率呢？这是讲咱这个病发生去予咱去发现的，啊，这个比例是偌济，这叫做发生率啦。哦，那死亡率跟发生率在乳癌来讲，死亡率。发生率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预防，因为什么时候要发生，那都不要都去预测嘛。但是死亡率的话，那哪听说早期发现啊来治疗的话，这个死亡率是可以下降的哦。所以他都啊，那人家皮毛讲，这个乳癌啦、大肠癌这方面，那已经明显的在死亡率在下降的这个情况。安尼哦，所以咱虽然乳腺癌症，乳癌是发生率是第一名，但是伊死亡率唔是第一名，是第四名。代表这中间是咪讲啊，愈早发现，其实伊的治疗效果是较好诶。是。安尼哦，啊，咱既然要知影讲提早预防，到底这个乳癌啊，伊的危险的族群到底是啥物款人？一般来讲，高危险群吼，即马有得到证实就是讲有家族史，吼，讲这個。大概都是讲在二等亲以内啦，吼，像讲妈妈在咱一等亲，阿妈在二等亲啦，吼，阿继母也在二等亲，这二等亲以内，这发生呢，这类乳癌发生是一般人的平均大概4倍到5倍，吼，我叫你管啦，吼，啊，其他的次高危险群的，比如讲月经较早来，啊是讲月经比一般人较慢停的，吼，啊是讲有咧摄取这高热量的，吼，这。种会较会影响到讲这个乳癌的发生啦，哦啊，当然相对的，伊讲生囡仔生较侪，所以咧月经的活动就较少，哦，这迄个危险就降低，哦，这类安尼。啊，咱要安怎讲女性朋友，啊，要安怎到底要偌久做一个自我检查？啊，要安怎大概要安怎自我检查？哦，当然前一阵啊有讲啊。乳房的自我检查是无效的啦吼，啊，就大陆阁有一挂文章讲比较起来，这个研究的结果，自我检查是无效。不过我伫个门诊来看，大部分拢是家己摸着硬块来门诊的啊，吼啊，所以讲我也是服务这个讲自我检查也是有必要啦吼。啊，当然，咱来以前咧讲法是讲啊，自我检查上好是每个月月经来了的第7天到第10天来自我检查是上好，无唔对。哦，即阵啊，咱的奶也较软细，所以自我检查会较准。哦，但是就是讲啊，咱月经一年啊来几届，哦，12、13届尔嘛。啊，所以讲啊，咱干那自我检查12、13届，安尼敢有够？哦，所以讲，直接我认为是讲，普通时咱来用，就家己来小摸一下，哦，了解咱的奶啊的形状是安怎，甲咱的照镜同款。那大家咧照镜，啊，有时啊若有了纹出来，就会较紧发现嘛。啊，所以自我检查的乳房重点是讲爱定定检查，了解咱的奶的这个质地哦，都会较甜，都会较嫩
吼，也是讲月经前吼较长的时是安怎，啊月经后较长、较嫩些的是安怎，吼、啊，而且安尼咧比较当中，就知影讲哪有变化的时，咱就较容易去发现说有没有问题，吼、嗯，我建议是安尼啦。安尼、喔，啊大概你咱甲咱讲一下，大概有个。一个简单的，我看要安怎检查。当然，咱家己检查的是咱这鞋啊，吼，咱若讲坐安尼吼，啊，这鞋有时会推落来，吼，啊，咧检查的是惊动来动去。所以原则上呢，会建议讲，咱若要检查咱倒手边的鞋啊，吼，就是讲咱倒手卡伫咱的后壳，手肘往后挺，挺胸的是，大部分这个乳房就被我们固定住了。那再用另外一手的中指，食指、中指、无名指的第一节指腹，三指并拢哦，我们当童子军啊，自然轻松微弯。用按压螺旋滑动前进的方式做地毯式的这样检查，哦，这样就可以了。哦，啊，就是讲，安尼咧检查的是，这个感觉是安怎，甲记起来，了后，搁咧做检查的是比较一下，脑变化性较容易检查，较容易发现啦。啊，当然，仪器的检查也很需要。哦，原则上呢，我们都会建议每年，哦，最好选一个同一季的时间，每年来做乳房检查。啊，乳房检查的机器有哪些？起码看。他常在做的就是乳房超音波跟乳房摄影机两项。谢谢林主任跟我们介绍这么多乳房的自我检查方法，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位苏女士如何克服她的乳癌的故事，请听下一段。五年前，苏女士参加公司的健康检查时，意外地发现乳腺瘤。医师建议她每半年到大医院做定期的检查。直到两年前，因为忙碌而疏漏检查，没想到就恶化成了乳癌。我生活的习惯比别人好，我的运动量比别人好，那谁也想不到是我得癌症啊！我也自己想不到啊！那我当下知道我是癌症以后，我自己就检视我自己。我以前是一个把什么话都闷在心里的人，如果说跟先生吵架或不高兴啊，我就是闷在里面一两个月，就都不讲话，就一直闷一直闷。那后来我就自己检视说，我一定是这样闷出病来的。那我爸爸也要看你。2009年底，苏女士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在友人的转介下，到大林慈院的一般外科就医。我就找了一堆问题问他，然后他都给我。我非常满意的答复啦，所以我才决定让林医师开刀，因为我之前是在别家医院，我找不到答案，所以我才来这边大林慈济医院找林医师这样子。然后他后来我跟他看完门诊以后，我就跟他讲说谢谢林医师啊，不好意思我耽误你这么久。结果林医师他丢了一句话给我，我就觉得很窝心。他说哈，没关系，你还有什么问题你就尽量再问，我不能让你搬了一颗大石头来啊！你要把那颗大石头带回去，你要把它丢给我。一般外科林俊宏医师为苏女士进行右侧乳房切除手术，因为肿瘤2.5公分，又有淋巴转移，林医师随即再为她安排化学治疗。历经20次的化学治疗与28次的放射线治疗之后，苏女士顺利地完成了乳癌的治疗。我很感恩呐、啊，感恩让我生这个病。其实我觉得，在我人生是最大的转折点。我如果不生这个病，我的改变不会这么大。熟悉啦，熟悉哈，我嘛刚才做有熟悉耶，注意了。好，谢谢您。那我也非常感谢林医师啊，我都会想说我是因祸得福，我没有想说我不会好，我都想说我一定会好，而且好得比以前更好。互相鼓励加油啦。林医师，这个苏女士伊主要讲哦，伊生活习惯比别人较好，嘛有咧运动。那会去丢掉这个乳癌，当然是伊的状况是安怎？哦，当然，伊这个乳癌是伫北京病院吼，甲检查出来啦，吼，啊了后就是安尼无法度接受，啊，所以才来门诊，吼，来门诊当然要寻求第二个医师吼，可以这个解答啦。哦，其实就是讲，咱的发生其实是真歹去预料啦。哦，啊，当时有啥物问题会发生伫个咱身躯，根本咱都无法度去医疗。哦，啊，就是讲，伊有讲，啊，伊拢嘛是有咧定，嘛是有咧追踪，嘛是有咧做检查。
啊，几年前讲有一粒乳腺瘤啦吼，其实这乳腺瘤到底是良性恶性，我是无了解。不过这个有时啊，就是讲咱客户也是伊咧变化性，咱爱定期去追踪，吼啊，若讲有变歹性，咱才会去发现啦，吼啊，所以讲。伊讲安那会讲会发生伫个啥？讲实在，我嘛无一个标准答案嘛，嘛无一个真好答案。只是讲咱来讲，啊，一个囡仔即卖都乖囡仔，啊，从那会突然间去变歹囡仔，啊，这是安那咱嘛拢想无啊，吼、哦、啊，所以讲这是就是咱的人生就是安尼啦，吼、哦、啊，所以说我说实在，我也没有给他说什么特别的标准答案，我说是没有啦，啊，不过还是感激他哦，能够信任我啦，嘿。啊，接下来你都等于替伊诊断出来嘛吼，啊，你安怎巩固什么款的状况去替伊设计这接下来的疗程呢？哦，当然也很巧合啦吼，啊，苏女士跟王女士刚好哎肿瘤也都是2.5公分的，这是巧合，而且长的位置也相似，也是在乳头旁边，我没有办法跟她做这个乳房保留。哦啊，所以说也是全切除啊，腋下淋巴也是把它清干净。哦啊，出来这个我们后续的这个治疗的计划哈，完全拢是根据病理报告出来，给咱的讯息啊再来规划啦。哦啊，我会记得苏女士伊这大小的2.5公分，她都要能够1公分以上都要做化疗治疗嘛哈。啊，腋下淋巴结哪有转移的位，啊苏女士有几粒，我有几粒去转移掉，所以这个。放射线治疗也没办法避免了哈。啊，微波讲的就是讲，伊的迄个动情激素接受体跟黄体激素接受体，它是阴性啊，所以讲荷尔蒙的治疗对伊来讲都无效，所以嘛唔免食活动的药啊。但是佫有一个喝吐尿吼，这个跟咱的标靶治疗是有关的，伊是强阳性，哦啊，所以讲这个强阳性的话，咱会考虑讲来用标靶治疗。好，标靶治疗这个药物目前来讲是非常的昂贵。那健保有没有给付？哦，健保有一些规定哦，哦，它是规定说你若早期乳癌，啊你爱淋巴爱有转移，啊你这喝吐哦，这爱强阳性，三只回连机的，这种的才通去甲申请。啊，进行温收入数有符合别的条件，所以我就去甲健保局去甲申请，啊嘛真好，甲咱通过，哦，通过用一档的药啊。安尼不按来个治疗，所以今嘛苏女士治疗毕业了，嘿，已经毕业啦，哦，啊，而且嘛后续的动作嘛，唔免阁食药，因为是无效的，啊，只要定期回来来这个追踪就会用的。嗯，你是最后恁有什么款给我们妇女朋友？哦，在这五月母亲节刚过，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叮咛？其实要叮咛的是讲，乳房是在我们的身上啦，吼。啊，医生无阿多24点钟定在后壁咧，甲你检查这个乳房，所以自我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另外定期追踪嘛是真重要，每年上无爱做一届定期的检查，乳房摄影啊、乳房超音波拢会用的。啊，上重点就是讲，这颗心爱定定保持愉快的心情，好，这样。谢谢倪医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志为人医手腕，我们明天再见，拜拜。